洗笼子 Vlog， 今天来布置一下明明的笼子，因为下雨所以光线不太好。先把家具撤一撤。家具拿去清洗。Cocoon 垫料。米拉莫大茉莉。艾特的双居室。自己 DIY 的椰子壳窝。还是自己 DIY 的花草隧道。纠结半天放哪里，双居室换个方向。厕所把结块的尿沙铲走了，最后决定两个隧道连在一起。跑轮。食盆同样纠结了半天，给明明纳凉的陶瓷盘，撒点提摩西草。干花也不能少。盖好盖子，把明明放回去啦。这是布置完以后的样子。告辞。